由企鹅影视、嘉行传媒、华泽新戏和金色池塘联合出品，嘉行传媒承制，高晨恩、赵杰任总制片人，梁振华任总编剧，杨雪导演，迪丽热巴、高伟光领衔主演，陈楚河、郭品超特别主演，刘雨昕、刘瑞麟、王骁、李东恒、袁宇轩、黄俊杰等主演的唯美挚爱仙恋剧《三生三世枕上书》，以下简称《枕上书》，今日正式官宣演员阵容，并首发《三生书梦》版海报，一次性揭开十位角色的神秘面纱。唯美大气的海报和仙气十足的人物造型，让一直期待《枕上书》的网友们大呼谣言和期待。迪丽热巴、高伟光领衔写意众生相深情对望，不负三生情缘片方首次发布的《三生书梦》版海报，色调淡雅清逸，画风飘渺，不失灵动，个性十足的人物形象与氤氲约的古韵背景写意相融，整体元素化繁为简，精而不坠。迪丽热巴、高伟光在《枕上书》中分别饰演青丘帝姬白凤九与太成公尊沈东华，在单人海报中，青丘帝姬白凤九身着粉色纱裙，眼神凌厉，单手持剑，发丝飘逸，衣襟带风，侠女之姿英气逼人，颇具青丘女君威严风范。东华帝俊一袭紫色长衫，斜倚于磐石，一手持佛经，一手持无限吊嘎，帝君闲散于意自持的玄甲神态尽展于慵懒氛围之中，折颜上神陈楚河是闭目小憩，侧卧于桃木之上，手中的酒倾泻滴落，却浑然不顾，退隐三界不问。红尘的世外高人只敢跃然纸上，西海二皇子苏墨叶、郭品超是手持长箫，神情泰然，不失温柔。玉树临风，俊逸出尘。对于此次新曝光的两个魔族角色，魔族公主姬恒、刘雨昕是楚楚动人，精巧的海棠花元素和袅袅青烟相衬，更与其魔蝶结与花之丑交相辉映。魔族青之魔俊艳持物，刘瑞麟是手持重剑扛于肩头，潇洒坐于黑色纱饰之上，唇红齿白的清秀形象与其魔女身份形成鲜明反差，百转魅力引人期待。司命星君王萧师手持玉步比翼众生，似看透一切。天族三殿下连纵李东恒是一柄御扇在手，一笑风流间尽显玩世不恭。成玉元君袁宇轩是单手托腮，女仙心性的精灵直率呼之欲出。青丘狐第四子白真、黄俊杰是手持玉簪，款款而立，儒雅俊介，浩气轻盈。而在男女主双人海报中，白凤九如小狐狸般轻衣在东华帝君怀中，东华手轻揽上凤九肩头，神情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冷峻，与两人四目对望时的深情形成巨大反差，眉间纤上宠溺无限，令人倍感甜蜜。鸡排团队保驾护航，书梦三生只为不负期待巨蜥。该剧由曾执导过《千山暮雪》《天地有情》等作品的著名导演杨璇担任导演，期待过往作品中以擅长挖掘主演深层细腻的感情关系闻名，相信将为《枕上书》的情感内核注入更多走心细节。著名制片人高晨和赵杰担任本剧的总制片人，制片人高晨在过往作品《亲爱的翻译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烈火如歌》中对内容和品质都精益求精，制片人赵杰的作品双世宠妃、法医秦明之幸存者和古语，无论是在质量还是讨论度上都不可小觑。而著名编剧梁振华担任本剧的总编剧，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编剧经验也将为枕上书添彩。此外，曾为《英雄十面埋伏》《罗马帝克消亡史》等电影担任美术设计和指导，并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设计大师韩中担任该剧美术总监，而该剧造型总监陈月琴则素有电视剧美学实践者的称号。金派团队为其制展现这段跨越两千年的爱恨纠葛，强强联手保驾护航，只为不负众多观众的热切期待。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讲述了青丘帝姬凤九和太成公尊沈东华之间两千年的纠葛情缘故事，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并将登陆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两千年的执念能否获得圆满结局，
不同角色间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共同期待。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